台积电第二季度尽管业绩创纪录，但股价未达到预期值，股价暴跌 5.5%。 台积电在2021年的第二季度虽然取得了创纪录的业绩，但净利润低于市场预期，导致当天股价暴跌 5.5%。 台积电15日公布了以合并为准的2021年第二季度的经营业绩，据此以美元为基准，第二季度的销售额为132亿900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28%，环比增长2.9%，净利润约为48.04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1.2%。虽然业绩如此增长，但净利润仍不及金融市场预想的1360亿台币，因此发表当天，台积电的股价暴跌了5.5%。目前台积电的市价总额约5982.14亿美元。台积电第二季度的5纳米出售量占整个晶片销售额的18%，7纳米占31%，定义为7纳米以上的尖端技术占整个晶片销售额的19%。台积电的副社长兼首席财务官黄仁昭表示，我们的第二季度事业主要依靠 HPC及汽车相关需求的持续强势主导，随着进入2021年第三季度，期待通过智能手机、HPC、物联网及汽车相关应用四个成长平台，主导业界最高的5纳米及7纳米技术的强大需求，商业将得到支撑。台积电预测在2021年第三季度，美元销售额将达到146亿美元至149亿美元之间。另外，台积电就最新工艺表示，将在今年内开始试生产4纳米、3纳米使用 FinFET 工艺、2纳米使用 GAA。